什么当地的？他们光是北京的统一，当地哪个？他们对你们不是一个区的是吧？就那几个坡。都是不是一个小区，不是一个小区，他们是骆驼淘米的。这倒是说嘛呀，过年过年嘛，他们要人家去了伊山，脚扎起啊，翘起朝天，人家花钱衣裳又来找，要脱件衣裳又来找，啥子嘛？脱裤子找，衣食都不缺，老太婆行啊，上车又不能要，上车不能要。你们听说过吗？越老越作怪，懂不懂啊？老了才作怪，当然你看人家他们年轻的就不作怪。你看这个师傅那么大，人家不作怪。男的不作怪，女的主要是女的。老太婆，我没说你，老太婆，你不作怪。